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贵。今天我们又来到了昨天露营的这边哈。然后今天过来不是露营的，今天主要是想试一试装备，因为我们这次打算是单车出行嘛，所以选择住帐篷。我们不开房车，因为我们这次要去川西，然后往西藏方向去玩一玩嘛，走了很多路况啊，然后很多地方不适合拉房车，所以说单车出行。然后这次我们精挑细选了一个帐篷哈，就是我屁股下面这个哈。对，等一下我们来搭着试一下。这个是罗克的棉布充气帐篷，因为这款帐篷哈，它搭很方便，就充气就可以了，它没有什么那种支撑杆哈。因为我从来也没有用过，今天主要是找这个地方来试着搭一下。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帐篷给展开，这个展开有多大，它的占地面积就是多大了。这个帐篷就是这么一个大小，然后阿贵现在来打气，我们把它给支撑起来，看看是什么样子的。对。有动静了，嗯，有动静了。哎，有动静，有动静。它自己就会起来的。这个有点累。它有两个打气孔。这边还有一个，对，哇，这边一打好就支撑起来了，这个造型好漂亮啊，就是一个小木屋的感觉，一个小房子。对，我再把这边给补到七个呀，越往后面打越累耶。它的劲有点大，现在已经五个压了，但是打的次数其实没有那么多下啊。对，就是每一下用的劲比较大啊，必须要个电动的。这个如果上了高海拔地区哈，那真是有点累。其实在这里还好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可以。这个整体的造型就出来了。哇塞，这个太好看了！因为我们今天就是临时搭一下，也没有大防风绳。它每个角的话，就有一个固定的。其实最好是有没有风都把它固定一下。对。就除非你搭在那个硬化的地面上哈。你看这个外观，就是那种小木屋哈，好好看啊，特别好看。我现在就特别喜欢它这种颜色和大自然的一个融合。对，嗯，我们等一下感受一下里面的空间怎么样。对，太好看了。我们现在就把它的门和窗户都给卷起来，因为太阳有点晒着，这样就通风更好了。这个帐篷搭上真的是太漂亮了，看一下，这个要越远处看，就是它的造型感越明显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进到帐篷里面去吧，走吧。哎呀，空间怎么样哈、啊？主要是看你能不能站直。完全没问题，上面还有多少？大概还有那么多，就是这个最高的位置。啊，大概基本上1.9米身高以下的都没问题，2米的话可能有点顶头。对。然后它中间有一根绳子哈，这可以挂了个灯啊什么之类的，设计蛮好的哈。哇，这个窗户还是蛮多耶，这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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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边还有。对，它都是几个比较大的窗户。对，这个空间还是蛮大哈。然后现在把这个所有窗户打开哈，它通风性也是蛮好的，它每个方向都可以通风，它也不会热。但是呢，其实帐篷露营哈，还是不适合夏天出去。嗯。夏天确实太热了。肯定会热。但是我们这趟出去已经是9月底了嘛，然后10月份、11月份它就很凉快了。往那边走本来就会凉快。对，就很舒服住帐篷，真的。太棒了，那行，我们先把床垫拿进来。对，我们先把里面要铺的东西给铺好。对，模拟一下到时候出去是怎么布置的。这个就是我们这次出行的哈，又要用的这个床垫了。这个是罗克的海绵自充气床垫。为什么这么大呢？因为它很舒服。这简直就是把家里面的床垫给搬到这个帐篷里面来了。来，我们进去试一下。对。其实这个我们之前有一个充气床垫的，它能折得非常小，但是舒适感会差很多。这个其实也是超级方便的，就是丢进去你不用管它都可以。它是自充气的。看一下它摆在里面是应该这样子摆的大小，因为这个是2米长度嘛，然后这个床垫是双人的，1.3米的宽度，所以说就这样子摆。啊，对，它正好在那边，也不挡这个入口，还挺合适的。你看它现在就这么薄，是因为它气已经被就是抽掉了。然后呢，打开这个就开始充气。
它两边有一个充气口，你只要把它给打开，对，打开它就开始慢慢自充气了。其实就是你可以去整理别的东西，不用管它了。对，它很慢，它需要几分钟时间它才会慢慢的起来。对，你看这个宽度基本上占了一半吧，可能不到一半，不到一半，差一点点。对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狗狗的活动空间，加上我们剪视频啊那些。对，我们把我们的小院做一个搬进来吧，等它慢慢充气。对，它会慢慢起来的。你看这个整个色系都是一样的，看着非常的舒服。我们准备在这边这个区域哈铺一个这个地毯。你看就这样子光光的就没那么好看哈，然后踩着也没特别舒服。然后这个是罗克的这个可以盖然后也可以铺在下地上的这种地毯啊，就很舒服，颜色也很好看。对，大小的话也合适，把它给铺在这，铺在这边。今天我们试验的就是一种我们每天都会做到的一个状态啊。哎，这个踩着就是不一样，哎，就舒服很多了。因为它地上这个布是有点那种防水的，然后可能踩着没有那种感觉，这个就会软一些。哎，这样子舒服好多了，看着也好看多了。对，有点色彩。然后把这个小圆桌给拿过来，到时候摆在这中间。你看这个已经慢慢起来了。对对对，不知不觉就起来了，就这样鼓起来了，特别软，很舒服。这个就是茶几，相当于哈，这样子稍微简单的给布置一下，整个帐篷里面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哈。然后做个这个。这个我当时买回来，我还感觉会不会坐就倒呀？它其实这个还是挺好看，挺，其实它这个设计是蛮好的。这个就没什么牌子哈，是随便买的。对，我一开始都有点怀疑它的，结果还不错。因为我觉得这个在帐篷里面比较合适。嗯，帐篷里面都是比较矮的嘛，相当于坐在地上。你看，它就能有一个靠背。对，有个靠背，我剪视频就比较舒服了。它不会倒的，因为靠我的重量把它压着的。它是一个杠杆原理。对，然后剪视频啊那些都还挺好的哈，到时候可以放在边上一点，然后狗狗就有活动的空间嘛，还是蛮宽敞的，就是没有比房子里面小太多，说实话真的。嗯，然后这个你想在床上用这个桌子也是可以的，都是可以的。好，你去试一下，是不是跟家里面那个床睡的感觉差不多的？真的好舒服呀。你直接躺上去嘛，它会贴合你的这个腰部呀什么的。对，嗯，因为像这种户外出行啊，睡觉还是很重要的，你睡一个好床垫一晚上都能睡得很好。对，我们毕竟不是玩一两天。对、嗯、哇，这个太舒服了，这个时候感觉在家里面一样啊，这个帐篷的造型就是一个小房子，可以睡个午觉好了，不走了。对，但是呢稍微有一点点热。它这个宽度也是蛮合适的，我躺着的时候我感觉这个空间感更大。站起来肯定显得更小一点，因为你比较高。相当舒服，非常满意。然后其实好像可以，你像再硬一点的话，你可以用嘴巴往里面吹一点气，它就会变硬一点。然后现在是比较软，我买个喜欢睡软一点的，如果喜欢睡硬一点的话就往里面充点气就好了，这个是很简单的。然后这个收的话就是靠我的重量把它给收了，等一下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小板凳坐着还蛮舒服的。有个靠背啊。对，到时候我剪视频就这样子比较舒服嘛。嗯，我们打算去过了中秋节就要出发了，就往川西啊那些地方去玩一玩嘛，哥。所以说我们就选择帐篷，没有选择拉房车。你想一下，刚刚才把房车上牌了，就不用它了啊。其实拖过房子就是这点嘛，比较便宜，也不会就是你把它放在那里也没感觉到是在浪费嘛，是吧？你可以，我们选择拖过房子就是想为了多元化的玩，你想可以床车玩。可以帐篷玩，可以拉拖挂房车玩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如果你买了个自行式房车，感觉就局限在那里了哈，就只感觉就只能开着房车出去玩了。对，其实每种玩的乐趣不一样，像现在非常流行像这种精致露营哈，我感觉我现在也渐渐的入坑了。对，如果是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的话，我们还会搭一下天幕呀桌椅那些。对，我们昨天那个天幕我是其实是想的，如果到时候太阳特别强的时候可以把它搭在这上面，因为那个天幕特别的大，然后你把它搭在上面的话它就更能隔热了，然后你在门口的话也相当于有一个天幕在上面了、嗯、是吧，这两个搭配起来就比较好，我就是这样子想的，这两个尺寸还蛮合适的。对，
总体来说这个帐篷哈，比我想象中的好看，然后也比我想象中的好搭，对，特别方便，因为出去嘛就一定要以方便为主。对，你看像这些床垫啊，这都是弄着很方便的，也没有什么很麻烦，太棒了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把它收了吧，今天主要是想试一下。我先来把这个床垫给收掉，收也是很方便的，我就不选择拿抽气泵抽了，直接拿我的身体给它压。那这里面它是个双向的气阀嘛，然后一边是出去一边是进去，然后把这个弄到这个方向来，对，两边都弄过来。好，就可以往外面。哇哦，这个就很快了，其实就是待会儿就慢慢的卷过来。对，它气就排出去，但是它又不会进来。已经变小了一点了哈。这就适合我这种体重比较大的，能一下就给它压出去。我可没这样说啊。然后再整体稍微卷一下就是可以的了。对，你看它已经就扁了。对，这个其实收起来也是蛮方便的。我们这次出行就是想以方便为主，不想太麻烦了。好了，这个三两下就卷好了，直接给装进去。对，它马上体积就比较大。嗯，收起来之后就比其他的床垫大一些。你看这上面还有一个空气口耶。哎，真的啊，就是你把下面全部给密封完，上面一样的可以透气，然后它这个也是不会进雨啊什么的嘛。对，它这一个可以把撑起来。嗯，我一开始都没发现呢。哎，这个设计蛮好的哈。嗯，可以，那我们把那边窗户关起来就把它收了吧。这个是两根细柱，所以得分别放一下气，它放气也是超级快的，一瞬间就这样了。因为它是高压的嘛，嗯，所以说里面气也没有特别的多，然后就把这个给折起来就行了。这个气就是稍微给它顺一下，然后一下就放干净了。我们现在就来把它给折起来，然后最后这样卷起来就可以了。它卷的时候也是会顺便排点气过去的。 OK， 搞定。其实这个卷起来感觉和那个床垫的差距不大啊。对，嗯，我现在发现就是用着越舒服的东西它体积就越大，好像是啊。对，但是只要你车子能装得下，那肯定是很棒的。把东西全部搬到车上去之后，然后把两个狗狗弄下来玩。奥利过来，哎，玩飞盘去。那两个小家伙玩一玩吧。今天这边啊也是没什么人，狗狗可以尽情的玩。奥利就要半路拦截。奥利还挺聪明的，他知道不跑那么远，等你给我叼过来之后我再去抢你的，是吧？好，又来去。你看奥利他在这里匍匐着。我记得你以前尿就喜欢这样子啊，他之前跟其他哥哥玩的时候就喜欢来这招，现在奥利也会了。我们今天就在这个阴凉的这边玩吧，我们就不往那边，那边稍微有点点热。刚才尿又想跑去那个河里面去了，他太喜欢游泳了。去。好了，现在两只哥哥都玩累了，奥利已经累瘫了。对，然后现在奥利越来越大了哈，这个双头牵一绳就可以派上用场了。对，走啦，走，走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奥利走，走吧。等他们长得更大了一些的话，这个就更协调了。对，这边环境倒是蛮好。不要一直想下去。看，还在想着呢。不去，不去，不去。